欢黑暗，它让我感觉踏实安全。在黑暗中我可以无拘无束，任意所为。呀，多大仇啊，下死手。但那天就在我彻底进入黑暗前，一道光砸到了我的心里。冷吗？你女朋友金子梦在我们那儿偷了个东西，告诉我她在哪儿。不知道。现在想起来了吗？来呀，来呀！你叫车吧。你是宋朝吗？是立果让我来找你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干什么呢？啊，光天化日你们。婚内出轨，别管闲事。东西呢？不知道。啊！我累了，我累了。哥，东西没找到。放开容易，把东西给我。哥，回来了。今天有个女的找你。那女的说是立国让她来的。你，我说你怎么让我替你开出租车呢？原来你背后有事儿啊。来家了，你快来救我！我们朱大龙在给跑。
立即把东西给我。怎么回事？那女的给你 U 盘了吗？那女的在我车上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被那几个东北人带走了。哦，她在我车上拉了一个充电宝。我要回去。杀人的栾一武吗？咱们现在先稳住他情绪，安排专家马上就到。等会儿枪口从孩子头上移开的时候，想办法一枪毙命，只有一次机会，明白吗？走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我进来了，别紧张，我身上没有枪，我没有枪。他们是谁？啊？二五，你怎么称好小名了？啊！你妈死之前不都这么叫你吗？我妈。你放了那孩子，给自己留条活路，想想你妈。你别提他妈我妈，从小就被骗到大的，少拿这句话唬我，你他妈去死吧！海英，海英，海英。你他妈不要命了？万一他要打你头怎么办啊？不会。凭什么不会啊？我爸在陈志林看着我呢，不抓住宋朝，我爸不会让我死。回去跟孩子家长说，这两天啥也别干了，陪陪孩子。又泡水了，哎，我上次修好了呀，没事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这儿，我来弄，我来弄。看来得换个新的了。先闭上，我把阀门关了，一会儿温度降下来，我马上修好啊。刘海洋，你别以为刷了墙就是新房子了。你今天给我痛快话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家？人抓住了，咱们就搬。你去哪儿？去你妈家。出去。
哥。谁啊？先办正事。确定是宋朝吗？我看得很清楚。他看我看得也很清楚。那现在咱咋办啊？宋朝肯定知道是我绑的立果啊，他肯定会来找咱们的。你出去吧，我再想想。嗯，行。小驴崽子，走路看着点儿，让。姐，车给你备好了。过来。跟我几年了？两年了。想上位吗？凉一点吃不行啊？跟你爸一个脾气。你也是，暖气跑水好几天了，你也不说找人修一修。另外啊，还是我搬回去，你们搬过来住。老楼那楼梯楼上楼下的，我还能锻炼身体。妈，是不是楚杰跟你说什么？你听妈的，在一起的时候多付出一点儿，省得将来后悔。你别管了，让你住就住。不吃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楚杰一早走啊，啥也没吃，我给他煮了几个饺子，趁热给他送过去。别让人家心凉了，凉了以后啊，就捂不过来了。慢慢的抬起头，好，两臂侧平举，带动着身体向后弯曲，右肩向前，打开自己的胸腔，左肩向后弯曲，呼气，两个手来到左脚的中间。右脚掌抵住地垫，好，右腿向后撤，来到下拳。哎，你干啥呢？我找楚杰。这没下课呢。哦，大爷，这样，等他下课，您把这东西给他。啊，那就行。人呢？找到楚杰了吗？行啊，这又一个。哎，你这存款挺多的呀。我先有事儿，到时候换个地方找我。师傅，去内燃机械厂。
喂，王警官吗？我想报案，我发现了你们正在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宋朝。怎么样？来，我帮你。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？立果呢？问你话呢，装死是吧？啊，死了。你怎么把他给整死了？你为什么杀了刘叔？你把我们的生活都给毁了。刘叔不是我杀的。这段时间你不能离开家，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叫你。我知道了。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，是冠宇商务会所的经理朱宏远，绰号朱大能耐。在发现尸体前的一个小时，我们接到报案说
死者在下班时连车带人被人劫持，而劫持他的人就是涉嫌杀死刘守义的犯罪嫌疑人宋朝。宋朝是我和海洋警校的同学，毕业前因为打仗被警校开除，随后踏入社会，与胡龙走到了一起。胡龙在行凶过程中被刘守义击伤，不治身亡，而宋朝则失踪了。你们通知各单位部门，在全市范围内严格布控，同时联系市交警指挥中心，通过他们的道路监控系统寻找嫌疑人的车辆，以车拿人。尽快坐火车离开这里，在长春或者沈阳下车，然后再买张机票回海南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别管我了。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？上次我被打劫，要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早死了。那是老天爷不收你，就是让你好好活着。你到底是干什么了？你做了什么事儿？知道越少对你越好，记住我的话，要是被警察抓住别撒谎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下车。哎哥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下车。死了，宋朝跑了，本来差点抓着他，结果被一个女的给冲了。女的？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家还要再审一遍啊？我知道当初宋朝是为你打架才被警校开除的，但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你应该对我坦诚，而不应该背着我还跟他偷偷的私会。我没有跟他私会。你没跟他私会，这鱼哪来的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鱼是你和他的定情信物。
系我，单位那么忙，别老在这陪我。单位没什么事儿，再忍忍啊。回头把手术做了，就没什么遭罪了。马艳丽家属，啊，去把住院费交一下啊，要不明天该停药了。嗯，好。没事儿，都别多想。你这卡里没钱了。这时候了还敢露面？你忘了，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你就不怕我卖了你？其他地方没准儿，在阴历这里不会。你老婆对你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你不当警察真是太可惜了。又戳我的痛处。你为什么杀刘叔啊？刘叔不是我杀的，是胡龙杀的。海洋亲眼看见你和胡龙一起动的手。我这次来就是要给海洋一个交代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一直在查刘叔被杀的事儿。当年刘叔是调查冠宇被胡龙他们杀的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既然你知道这么多，那你就跟我回去解释清楚吧。对你也好，我会帮你说话的。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前，我不会跟你回去。除非你抓我。什么意思？害我呀？眼里看病用的。全是干净的。昨夜就在我身后的拆迁房内发生火灾，造成夫妻二人在睡梦中失去生命。据现场目击者称，因是拆迁区域，所以报警时以为是意外。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场情况吗？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的现场的勘探，这次火灾的原因呢，基本我们可以确定，是由于居民使用液化罐不当而造成的。这个悲剧啊，再次提。你撒谎！我爸是个特别伤心的人，我儿睡觉之前连特工官都要警察，他不可能这么粗心大意的啊！胡龙，人是在你们的拆迁区域被烧死的，这次火灾跟你们有没有关系？我们是正经商人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，我们不会胡来的。一猜你就在这儿，真行！别看你到了这，这点你真得学我。如果问完的话，老婆得爱，不能扭着劲儿。你以为当警察老婆那么容易呢？有白天没黑夜的，
天天担惊受怕，说不准哪天就回不来了。就因为他，我今天眼睁睁看着宋朝从我面前跑了。什么意思？宋朝来医院找过我了，这是他给我的。看你这么难受，我心里也难过。不管他过去跟你我是什么关系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舍了命也要和你一起抓住他。楚杰老师，哎，给你介绍位新朋友，这位是胡子薇女士。您好，楚杰。幸会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什么都不会，就劳您多费心了。呼气，身体向下。对，向前弯。是从你的脊柱这里开始。然后身体向前，就在这里保持就可以了。吸气，手臂向上。对，肩膀下沉。很好，楚老师，恕我冒昧啊，你长得这么优雅，还这么漂亮，你家庭生活一定很幸福吧？折髋向下，再往前。姐，姐，过来。骂我。没听见啊。他们哪儿摸？胸。有感觉吗？有。有你妈感觉。大哥，有什么事儿？消费。卡号是多少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大哥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干嘛呢？是李国，我没听说过。带我去地下室。
光天化日之下，怎么在女人面前杀人啊？太恐怖了！之前你认识宋朝吗？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你们跟冠宇集团什么关系？我们是冠宇集团服务机构。之前冠宇集团有个叫胡龙的人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说过啊，他是我们集团的，后来因为枪杀办案民警不是被打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都他们说的，我也不是太清楚。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眼熟呢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认识你，你老不是楚杰吧？他是我的瑜伽教练。那个 U 盘现在哪儿？ U 盘我放在一个充电宝里，那天被抓的时候放在你出租车上了。那个 U 盘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立果跟我说跟他爸妈的死有关。救我！我在肉联厂两道口。
是李果吗？他怎么了？林正，我现在去肉联厂冷库救李果，你最好立刻过来。管我们去有什么用？我跟右派他们不会放过李果的。喂，哥，你怎么离开墨江了吗？我没走，哥，我现在路下餐厅吃饭呢。我现在去救个人，三个小时我不跟你联系。你去到公安局，把捡到的充电宝交给刘海洋。你的慈悲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。今天不解决宋朝的话，你以后活着都不会有安宁。还有，你需要的肾源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
宋朝。问题，你应该去找他。那我爸呢？你怎么解释？你爸不是我杀的，是胡龙杀的。那你马上挺身自首，把事交代清楚。我现在没法给你交代清楚，这里面有黑幕，回头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喂。
这人的变化咋这么大呢？没想到他不但要害我，居然连你也不放过。宋超打电话说你杀了金子萌，他的话你也信？宋超和我们是同学，但他现在是犯罪嫌疑人，是我们抓捕的对象，这点你比我更清楚。干啥呢？这是啊！哎哎，那面是烧人的，我这是装盒的，你赶紧把人抬走。他俩交给你了，密码是72324，要多少你自己取。不是你给我多少钱的事儿，你得按正常手续去办去。赶紧把人抬走。你妈呀，这人咋死的？咋死的？你是干啥的？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找个最好的地方把他俩葬在一起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或者是报警。我会回来找你。小王，朱红远的尸检报告是你做的吧？啊，我把它交给黄警官了。是这个吧？窒息死亡？我记得他不是窒息死亡啊，他是中毒死亡的。这份尸检报告明显有过复印的痕迹啊！这份尸检报告谁给你的？朱宏远的尸检报告，不是你不是要收拾宋朝吗？我这是在帮你为你爸报仇啊！给我爸报仇也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吧？你是警察，这是执法犯法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傻了，想当年咱俩联系手来都制服不了他，现在想收拾他，就得用点非常手段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你就去揭发我吧。你自己去找林德马事说清楚。也算是宽大处理。
海洋，徐军要让你去一趟。徐军，找我。王天成反映，你在追捕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，通风报信放走了宋朝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他是杀害我爸的犯罪嫌疑人，我怎么可能放他走？这样吧，你回去把事情的经过都给我写清楚。好。哎，把你的手机给我搁这儿。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不遗余力的去拆掉旧的盖新的吗？就是拼命想找一种存在感。你知道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炉的支撑点，点断了，炉就塌了，我们都得死。而你，是最先死的那个人，你明白吗？真大，跑到我家里来。海洋，宋朝有话要跟你说。跟我回局里说。海洋，这一切都是陆叔安排的。我被警校开除那天，没想到刘叔一直在警校外边等着我。你就这么走了？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还想干这行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刘叔一直在调查关羽集团。为掌握关羽集团跟某些腐败官员串通一气、贪污受贿的证据，经过局里同意，让我混进了关羽集团。在名流花园项目中，
我了解到他们使用非法手段强拆，放火烧死了帝国的父母。后来我逃到了三亚，跟帝国取得了联系，才知道他一直也在查父母的死因。你撒谎，你没杀我吧？你为什么一见我就跑？那天我来找刘叔就是要告诉他，胡龙他们要对他动手。哥，我动用了一切力量，删除网络上对咱不利的评论，现在基本上平息。那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刘守义抓住这件事不放。眼前的这一切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一切都跟冠宇集团有关，证据呢？你叫海洋有事吗？是宋朝让我来找他的。喂，哥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公安局呢。刘海洋不在，东西交给黄警官行吗？你不能把东西交给黄警长，你马上到祈祷街来找我，我给你发坐标。证据落在黄天成手里了，你哪儿也不能去。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，就算你真的是冤枉的，也得跟我回局里交涉调查。我必须要拿到证据。海洋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开枪？放下武器！啊！
去医院行吗？徐大爷，徐大爷，谁呀？半夜三更的，这都放假了。08的刘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以为我愿意杀人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在这个社会上，你不吞噬别人，别人就会吞噬你。你知道吗？你给我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。你不能伤害自己，我会心疼。姐，你知道你那个瑜伽教练是谁吗？她是刘海洋的老婆。我们俩的关系可不仅仅这么简单。这两年没少长进。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昨天晚上你为了救我，差点没命。我是为了捉拿你归案。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还是不相信。就算我是犯罪嫌疑人，
那你呢？他们为什么追杀你？我是被黄天成倒打一耙陷害的。行了，先跟我回局里把事说清楚。他为什么那么做呀？你是说黄天成也被关羽收买了？那个胡子为什么路子，你查过吗？我查过，户口上显示他出生1980年。毕业于当地一所民办大学，3年前从外地迁到本市加入关羽。怎么了？当年刘叔就是调查关羽集团，被胡龙所杀。后来外界传言说胡龙被刘叔打死，而朱大能耐跑了。现在朱大能耐突然出现在冠宇会所，先是绑架了金子木和丽谷，现在又不顾一切的追杀我。这两年冠宇集团越做越大，这个胡子围到冠宇不久，怎么就做成这个老大了？更重要的是，上次我去关羽，他突然对我出手，让我始料未及。你现在哪儿呢？身体怎么样了？我提你件事儿啊，小姐胡子薇。你这么说，真的让我很难过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在背后随便诋毁一个人，是要把人逼上绝路的。这样吧，你很爱他，是吧？你来冰雪大世界，你把我要的东西给我，我就把它还给你。怎么了？他们绑架了楚杰，我得去救他，你去报警。裴阳，裴阳，目前的状况，咱们救不了他，必须得先拿到证据。你要没有证据，我也得救他，他现在随时有危险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老婆我来救，你拿着上去去自首。没跟你说过要善待女人，你只要听话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你放我回去吧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我可是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。对不起，
两个女人这样在一起，我不舒服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女人？东西呢？我老婆的。东西给我，老婆就还你。我看见楚杰，我不会给你。U 盘我找到了。只要你把东西给我，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你敢动刘海洋，你拿不到 U 盘。我他妈最恨别人威胁我。跟我比狠，一个小时东西不送过来，你他妈就等着收尸吧。不是我要整死你，是宋朝要整死你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大家同学一场，各有各的难处。我一直都觉得你特别牛逼，什么事都收放自如，游刃有余。可我今天才发现，你这种人的存在就是对社会最大的危害。那你就别怪我了。我改主意了，走过去看看。这一枪是替帝国打的，不杀你，因为你老婆，等法律来制裁你吧。这是你们要的证据。我他妈特好奇，我干什么了？你让你老婆防着我？胡龙，别他妈演戏了。你以为你换个皮囊就抓不着你了？我操！你认出我了？我还等着我说出胡龙，你大吃一惊呢。这他妈太尴尬了。这他妈没法玩了，这！哎，我很受挫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不光是受挫吧？这几年不男不女的日子过得挺痛苦吧？头儿，你爸把我整得不男不女，让我生不如死。今天我就
让你也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走。就这个吗？不对呀，这张照片的照数怎么这么大呀？正常的照片不应该这样。是，打开，放大看看。再放大。这都什么？这都是银行账号和金额。这就对了。我们终于可以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了。什么叫生不如死了吗？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吗？就是让你们一家团聚。Ah!
阳。知道当初为什么会答应你爸吗？哎，记住，一定要做个好人，什么时候都来得及。在黑暗里待得越久，就越渴望光明。